泰瑞机器，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泰瑞多组分注塑机是 Dream 产品家族中四大产品系列之一，针对汽配、化妆品、玩具、电子产品等对产品差异化需求应运而生的多组分解决方案，我们称之为 DD 系列，分别有 DD-MM 轻双色注塑机、 D-MMC 混双色注塑机、 DH-MM 纯二板转盘多组分注塑机和 DH-HR 水平转盘对射多组分注塑机。 DD-MM 轻双色注塑机的锁模部件由传统意义上的三板组成，锁模吨位120吨至810吨，可分为转盘式和非转盘式，转盘式锁模部件又可分为窄板式锁模部件和宽板式锁模部件，转盘直径从650毫米到1500毫米，转盘控制有液压马达驱动和伺服电机驱动多种选择方式。轻双色注塑部件由多个低惯量一线式注射机构组成，平行布置、平面直角或垂直直角布置或斜排布置等多种模块化组合。泰瑞机器可提供射焦量从25克到350克不等的电动独立复射台，为您的单射或多射注塑机进行升级改造，实现老设备的功能扩展，提升应用范畴。垂直直角布置的电动独立复射台拥有独立的电控系统，无需修改现有设备程序，实现与主设备的无缝融合，轻松完成从单色到多色的升级。泰瑞机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超大型两板转盘多组分注塑机制造能力的企业之一。 DH-MM 纯二板转盘多组分注塑机具有超大容模量，实际生产锁模吨位高达1920吨，转盘直径最大达2250毫米，适用于大型汽配模具和具有多组分需求的大型大注射量产品。转盘静压支撑装置可承重30吨以内的模具，伺服电机配减速机控制转盘转动，平稳高效。液压膜夹式转盘、抱紧限位装置及强化的转盘旋转轴支撑结构，转盘无倾斜。注射部件组合模块化，并可实现注射单元间喷嘴间距调整或注射部件整体平移，可增加水平直角注射单元，模具适用范围更加广泛。针对汽配产品特点，提供工程塑料专用塑化单元、阀针控制用顺序阀、多组热流道控制集成、多组抽芯及冷却水接口以及自动化方案集成等多种客户定制化服务。DH-HR 水平转盘对射多组分注塑机注射单元采用水平对射形式，配合水平转盘结构，相较于垂直转盘，在相同拉杆内距下，模具使用范围更大，也能应付滑块行程较长的模具设计要求。锁模单元采用二板式结构，不但节省占地空间，且特别满足大型双色模具生产要求。该产品可运用于大型家电外壳及面板、汽车天窗、车灯等双色制品生产。目前泰瑞机器研发出的水平转盘对射多组分注塑机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对射机的注射单元与移动模板同步移动，效率更高；二、主射台两注射单元上下角式布置，结构紧凑；三、具有同步爆闸结构，爆闸更快更准；四、中板移动线性导轨导向，直线度好，对中精准；中板底部设有水平转盘，并由伺服电机配散齿轮减速机驱动，实现中板的平稳旋转；五、中板正反转180度精确控制，扭矩大，可承载重达30吨的模具；转盘定位快速，设有转盘机械限位装置；六、新款二代两板内置式短程高压锁模油缸，快速建立锁模力，模具受力均匀。